张大队长，到。从现在开始，一定要想办法多手段收集新航路情报，尤其是大峡谷的所有信息，要及时的分析上报。是。我们这次是和哪家对抗？到现在也无。我可是一点准备都没有。 D级探军庄家岭，武侠呀！左旅长原来是想等你们过了大峡谷再告诉你们，怕你们过大峡谷分心。我想还是现在告诉你们为好，了解一下。我知道旅长为什么要改变航线了。好啊，我们坚决执行旅长的意图。新航线的建立啊，我们还有时间。 这个目标，整个过程要保持安全的前提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三寨网，我是飞毛腿，我已接近射服区域，未发现空中目标。进入射服区，立即选择发射阵地展开，一小时之后，陆军一号的机群就可过境。飞毛腿，明白。 江海他们应该已经到大峡谷了。还有20分钟，江海他们就要穿越大峡谷了。隐蔽机动，这是发动突然攻击的必备前提。客观的讲，单机小机群隐蔽很容易，这么大的机群，成建制的隐蔽，确实有难度。这次我有意改变航线，组织一次穿越峡谷的夜航飞行。 就是希望能加大机群隐蔽机动的难度。报告，首长，有个急件。一作队，陆军一号就必须得具备这种大机群机动的能力，同时还得具备夜航夜战连续作战。 超时机作战，这才称得上低空霸主。哟。
副营处长，首长，啊，见了江海了吗？没有，车刚到机场，机器已经升空了。哎，带的什么？给江海带的红烧肉。哟，他是吃不上，哎，首长正好爱吃红烧肉。说话呢，大家一起吃。哎，对，嘿，大家一起吃。 都会尽量了，没关系。那后方热一下。是。副营同志，你能来看江海，他一定很高兴。可惜啊，他现在正在执行任务，带领部队飞在特殊的航线上。特殊航线？对。哦，是这样。我们这次转场本来可以直飞三界的，但是我们增加了训练难度，在机动症增加了新科目。 大机群编队夜航穿越大峡谷，夜航穿越大峡谷。老队友，幺九零幺报告，我已进入高山峡谷，两侧山顶间隔约100米至600米。收到，可跟着注意，前方进入深山峡谷，注意气流变化。经过近一个小时的飞行。 江海率陆军一号机群成功穿越大峡谷，并避开东南战区对空雷达监视，在某备降机场成功降落。而古峡的防空营也在设伏区域阵地展开并做好战斗准备。可惜的是，猎物迟迟没有出现。 山寨网，山寨网，我是飞毛腿，没有发现一架直升飞机啊，是不是情报有误？请尽快核实。嗯，明白。几部雷达都没有发现目标吗？没有，除了两架民航机过顶，120公里区域范围没有发现任何军机目标。真是奇了怪了。 情报不可能有误，是我们部判了对手的智商。您是说，他们对我们的行动有所察觉？临时改变了飞行路线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，是我们小看了庞威。旅长，嗯，情况弄清楚了，他们改变航线了？是，原路返回了。原路返航？什么意思？有这么高演习的吗？ 网络侦察组侦听了空管语音对话，很清晰地听见了陆军一号对空管讲接到了返航的命令，机群已经按原路返航了。过境的飞行取消了，会不会是总部另有安排啊？这是有点邪门了。战区周边对空雷达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？没有。左通军没有到任，庞威也不是个耍滑头的人，难道是江海在兴风作浪？刘洋。 我们还是把防空营撤回来吧。明天一大早让防空营给我撤回来。
1500公里，居然扑了个空。奇怪了，陆军一号凭什么原路返回？他们回去干嘛？是啊，我听说西部战区的陆航旅已经接替陆军一号，就算他们回去，机场也被别人给占了。 在咱们部队呀，总有些忌讳的话不好说。嗨，咱们之间有什么忌讳的话不好说？比如说，这个姓胡的当参谋，我就不好意思叫人家胡参谋。你都当了参谋长了，我叫你白参谋长，我总觉得很别扭。可是这姓什么也不是咱说了算的，这是老爹起的呀。嗨，我这个姓啊。 自打当参谋那天起，就没有少被战友开玩笑过。他们说，白鹏飞说什么都是白说啊，都别信。所以，我这个白参谋长跟胡参谋长，一个熊样，没什么区别。从今天开始啊，我就改口了，叫你鹏飞。鹏飞同志到。我已经意识到了，我这个老华佗啊，遇上小华佗了，所以啊，我们要另起神来。 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明白。这儿的加油车不够，要是全部加满的话，还要等2个小时。啊，这样，分2到3批走。这样，分2到3批走。 一个中队的值班和一个中队的值时为一个梯队，先加满再先走。好，那我先去忙去了。好，好。啊，小海。啊，小海。国副部长来电话，让你赶紧给傅莹打个电话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后半夜了，打什么电话呀？哎，王夏儿啊，傅莹。 跟随陆航学院学员到了西域风暴演习指挥部，啊，专门到403机场去看你，还专门呢给你带了几台的红烧肉，结果他刚到，咱们正好起飞离开。不是他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呢？你赶紧打电话安慰一下，人家千里迢迢到大西北来看你，结果还没见到你，这心里是个啥滋味啊？是。那杜队长。 刚才王营长说，备降场只有2台加油车，全部加满还得2个小时呢。我想修改一下飞行方案，分3批走。嗯，我同意。抓紧时间打个电话啊！江海，本想给你送去一个惊喜，结果你们转场走了。 虽然有些遗憾，但听到首长、左旅长他们对你的信任和赞扬，我已经很高兴了。我知道你还在飞行，就不再打扰你了。我不久就会跟随第一批返校学员回去的。嗯，最最可惜的是，给你烧了一坛红烧肉，你吃不上了，全让首长、杨秘书、左旅长他们吃了。等我回去给你烧更好吃的，不用回信。 什么情况？有一个缉捕营，昨天晚上悄悄地进场了。缉捕营？嗯。什么地方的缉捕营？说不清楚啊。没让侦察营上去搞清楚吗？嗨，
这就是侦察营报告的情况，他们派了一个侦察班，结果呀，还被人抓了三个人，到现在呀也弄不清什么单位的，人也不放，估计啊按俘虏算了，真丢人。不对呀，不是参演单位，基地也不会放他们进来呀。旅长啊，旅长，参谋长来了。演习指挥部的通报到了，昨天晚上是陆军一号的一个机步营进场了。嘿，还挺全哈，我听说他们配了个特战营，现在又个机步营，再整个炮营，我还没法下手了呢。现在他们部署在什么位置上？部署在野战机场的西南方向。看到了吧，他就是怕我打得个立足未稳，提前把机步营调上来了。高，实在是高啊。啊，旅长，嗯，我觉得趁他们大部队还没有到达，先把他机步营吃掉。好，那我来通知炮团和坦克团做好准备，兵贵神速，先干掉他的机步营，再把野战机场给我端了，我让他们呀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去吧。是。哎，昨天陆军一号的情况搞清楚了没有？还没有，我们能截获的空管情报只有这路航线上的这一段，具体他们返回以后什么情况就不太清楚了。哎，我总觉得呀他没有原路返回。可是雷达上显示他们的航迹是按照原路返回的。他们要不是参加要塞2015演习把机步营叫进来干什么？难道他们空中突击旅改成机步突击旅了？进入阵地，团长打电话问具体的目标和方位，驻援打击具体目标，是否派侦察校射机？旅长，坦克团已做好出动准备，希望能够得到更明确的作战命令、攻击目标、详细位置和作战意图。先等一等，还没搞清楚这个营进来干什么的，急急忙忙就打，万一有侦察兵进来，我们隐蔽了几天不等于白隐蔽了？是啊，通知炮团原地待命，坦克团退回原位隐蔽待命，侦察营继续对这个机步营进行侦查，查清他的兵力，搞清他的部署，然后再打。是。搜索范围，重点搜索他们的防空营位置。1911，明白。拐东幺，拐东幺，我是八栋栋幺。预警侦察发现敌阵地为暴露阵地，可以发起攻击。拐东幺，明白。八栋栋幺，八栋栋幺，你们按原计划在野战机场通知后续部队加快速度进场，我和段山茂去看看那个地炮营。明白。江海是要去攻击 D 集团军的炮营吗？还不确定，但这个炮营啊调拨十分不利，野战机场就在他增程弹射程之内。端山豹，端山豹，我是管东幺。这个炮阵地不是有点碍事儿了啊？那还不简单，让他不碍事就是了。
这是陆军一号吗？应该是。来得这么快，他们是从哪个方向飞过来的？从南面。不好，他们这是往炮兵方向去的，通知炮兵马上伪装。 炮阵地恐怕是守不住了。旅长，这也太狠了吧！一照面就打。方红营现在在什么位置？正在返回路上，大概有200公里吧。他们发现炮阵，同样能发现刚才坦克活动的区域。通知坦克团，马上转移到230阵地。到达后全部关车、伪装、静默，原地待命。是。
营长，接到导演部通报，我炮营阵地被全部摧毁，炮营营长、副营长以下被俘，炮营退出营区。你知道我，小子，给我等着瞧！ 不是酒，水呀！老李，你别添乱了啊！旅长，这次不是胖卫，是江海。什么？是江海？现在已经查清楚了。综合多方面情报信息，情报信息中心现江河之后的陆军一号动态情况通报如下：一，陆军一号在结束西域风暴演习之后，左同军即在西部战区演习现场正式上任。 没有举行任何仪式，以软着陆形式到任，实为掩人耳目。庞维副旅长当日离开演习部队回陆军一号驻地，对外声称接新装备，实为前来三界打前站，于昨日晚率陆军一号机步营秘密进驻三界基地。江海随即被左同军任命为代理参谋长，全权指挥机群专场和参加要塞2015演习。还有，您心里七上八下的事儿也弄清楚。 什么叫七上八下？就是您怀疑他们为什么会突然返航？为什么？他们根本没有返航，而是掉头往回飞了50公里后，直接折返向南飞行，穿越了大峡谷。他们从大峡谷飞过去的？情报上是这么披露的。为了规避东南战区雷达跟踪，陆军一号机群冒险穿越大峡谷。我料，庞威啊，他也没这个胆子。 他们在七九六二备降机场停留加油，而后又分成了三个批次，从西南方向低空进入我战区，并成功避开我对空雷达。江海进入的防区过后，发现目标，即刻展开攻击，不仅动用空中火力进行打击，还动用特种兵抢占我炮阵地。 卸载我炮栓闭锁机，抓住我银联干部，一举歼灭了我敌炮营。他为什么这样做？我在想，他肯定是觉得伤其失职不如断其意志。江海这小子也太狠了吧！旅长，平日里你待江海不薄。 他肯定是不知道这次演习的对手是你，如果他知道了还这么没有礼貌，那他这个人也太不咋地了吧？哎，就是就是。既然他来了，我们得好好招待。旅长，怎么招待？通知部队抓住江海者，净身一起。是。 这几位是咱们兄弟部队的曹营长、钱副营长，还有孙连长。哦，欢迎欢迎！有你们这么怀疑的吗？实在是对不起啊，可能有所误会，请。哎，这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是呢。 江海，哎呦，哎，王旅长，王旅长，王旅长，呵呵，我可看到你了，操！哎，拥抱，拥抱，这家伙这是干嘛的？这是辛苦了，是这么回事儿。临走的时候，我在403等你，就想给你一个热烈的拥抱。 可突然之间，我们远隔千山万水，今天我们在三界重逢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江海，你是不知道，那天我们反恐作战回来，庞代参谋长啊特别的兴奋，说了一定要给你个热烈的拥抱，可没想到你回来的太晚了，庞代参谋长又被左旅长给叫走了，所以
这世纪的一报就一直没报成，没想到到三届报上了。哎，他们俩可是见证人啊！哎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是。书记啊，谢谢把他当长。报告，江队长、部长，政委让我告诉你，总队长一会就到了。好，知道了。江道参谋长，你什么时候当上代理参谋长的？哎，对呀，咱们旅现在有两个代理参谋长，庞代参谋长、江代参谋长。哎呀，我那是临时顶班，庞代参谋长不是临时有事离开了吗？左旅长就让我替几天，啊，这转场任务完成了，我也就自动免职了。哎，听说你们还抓了几名战俘啊？哦，那袁院长他们干的。哦，哎，坐。报告，女飞行员的宿舍已经安排好了，我带他们去吧。好的，庞代参谋长、江代参谋长，我们就先走了。那我们回见啊，去吧，再见，再见。哎，庞旅长、江海、政委、政委，哎，政委，指挥所设备正在进行接线调试，我们就在这儿。临时凑合一下吧，啊！什么都没有。老袁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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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袁，老袁，哎，放哪儿啊？来，谢谢大家啊！放，来来来，都放在桌子。东西都放好啊，放齐点。来，这个放这边，这边。哎，这有点难度。政委，怎么回事？你指什么呀？代理参谋长啊，代理参谋长啊，现在江海是代理参谋长了。政委，我可不是为了争什么职位啊，我是说我这个代理参谋长什么时候被免职的？没免呢，你现在还是旅里的代理参谋长啊。那他是谁任命的？啊，是这样。你走以后呢，我和左旅长研究决定的，左旅长宣布的。我可是部里正式任命的。也是啊，一山不容二虎，你俩在一起呢，肯定有矛盾。老婆，你说怎么办吧？我能有什么意见？江海最近表现不错，进步很快。如果他想干，那就让他干。我呢，我要不就先回去，二营接庄的事情还等着我呢。啊，哎，老婆，要不这样，等左旅长到了，开作战会议的时候再说吧。哎，老婆，哎，没想到你动作这么快。旅长受益，我心领神会嘛。哎，旅长，庞副旅长兼任代理参谋长啊，是部里任命。现在江海也是代理参谋长了，这有点小矛盾。老庞呢有些想法。代理参谋长那都是临时的。哎，老庞，要不你们两个人商量商量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你们两个人自己商量商量，看谁当。你胡闹了，你这可使不得，这容易引起同事之间不和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回头再说。回头再开会来。不是，好吧。我们简短的开个会。我刚从演习指挥部回来。指挥部的要求是这一次不设演习预案，也就是说把我们两个旅放在这片地区。五天之内，谁能取得这片地区的控制权，谁就是赢家。也就是说，消灭对方也好，打退对方也行，瓦解对方、瘫痪对方都可以，战术战法不讲究，可以不择手段。只要有效地控制三界地区，谁就算打赢了。这哪是演习呀？这不就是乱打了？指挥部的意图就是看谁在乱中取胜。你看看现在的叙利亚、伊拉克，乱成什么样子了？未来战场战局可能就是这个样子。现代战争，
不分先到后到，不分前方后方，要不怎么叫战乱呢？啊？那我们可就要吃大亏了。地集团军庄稼旅可是这里的地头蛇，他们常年在这儿驻训，对这里的地形可太熟了。我们却是两眼一摸黑，除了刚来的时候抓了他们两个侦察兵之外，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哪。除了刚进场的时候发现的炮营和几辆坦克以外，在活动，剩下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发现，而且现在也不知去向。无线电侦察也非常的困难，他们的电话线都是埋在地下的，我们发现的明线都是假的。古侠是个老狐狸，不好对付啊。今晚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。政委、旅长，庄稼里的同志闹着要回去呢。哎，老姚，你先去安抚一下，等我们开完会啊，陪他们一起吃饭。对了，通知炊事班多做几个菜啊。你们谈谈吧，面对这种局面，从何下手？我觉得吧，地集团军庄稼旅凭借地形熟，提前进场，早就把部队装备伪装起来了，等于说他们在暗处，我们是在明处。只要一交战，吃亏的肯定是我们。今天我们打掉他们的一个炮营，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今天会突然出现。我们呢，则是发现即歼灭。那如果我们今天不提前先动手，明天这个炮营就不知道藏到哪儿去了。而且，干掉他们这个炮营啊，他们并没有出动增援营救，这说明他们不想暴露主力。唯一的办法，打草惊蛇。这是个办法。没错，打草惊蛇，惊了蛇才能引蛇出洞，不然我们是没有办法打掉这条地头蛇的。但是这么大的地域，打哪块草能惊出蛇来呀？这第一棍子往哪打很关键啊，打得不疼不痒，不惊不吓，他不会出动。我觉得呀，必须先拿下三三通高地这个要塞，这样可以切断这条公路。我想古峡的部队不可能只有东边和西边，应该是两边都有。切断他们的连通线，就很有可能会把他们给逼出来。这可是基地的腹地啊，万一被他们反包围了怎么办？那就先上去一个小分队试试。这玩意儿啊，就跟点穴一样，如果反应强烈，那他们暴露的就越早；如果反应不强烈，咱们还得加大力度。好，我看就这样，作战计划下去搞出来。是。旅长，我有个事儿。你说。趁着大家伙都在，能不能把我这个代参谋长给免了呀？免？啊，你不用免。庞副旅长一到位，你这个代理参谋长就自行解除了。嗨，当初机场转场，庞副旅长又另有任务不在位，根据任务需要，由你临时代理参谋长，这是工作需要，这很正常。我跟毕政委也研究过了，以后这种情况可能还会有。有可能还会成为一种新常态。新常态，对，今后我们空中突击旅的干部不一定都局限于职级的高低、兵种的不同，可以根据演习和作战任务的需要，依据不同的编程和模块化组合，谁更适合这项任务的指挥，谁就是这个临时作战群的指挥员。我们旅党委这种临时任命制度，可以作为一种新常态来探索和完善。同样，所在编程内的作战单元，无论干部战士，也必须不讲资历、不讲职级，谁在指挥岗位上就要服从谁的指挥。一项作战任务完成，自行免职，各自归建。我想，这样更有利于不拘一格选人才、用人才的。我们运用这种机制，激励广大干部、士官、战士努力学习军事，为官兵的进步开拓一条新的渠道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个方法跟我们部队的老传统是一脉相承啊。在战争年代，在战场上，连长和指导员要是牺牲了，排长就要顶替连长去指挥；那么排长要是牺牲了，班长
就要顶替排长上。我觉得只要我们时时处处的想着战场，从实战出发，按着打仗的要求来训练，我觉得这个常态化还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哼，理解的透彻，啊，鼓掌。来来来，别停别停，这个花生啊是那个什么从山东带回来的啊。谢谢姚队长。队长，首长好。哎，不客气。这是我们左旅长，这是我们张辉大队长啊。快坐坐坐坐坐坐下来，坐坐坐。哎呀，你看我们也刚到，条件有限，这菜做的可能也不合口，哎，请各位理解啊。今天这事儿是我们部队，我们不知道你们是谷旅长的部队，对不起了。